不老发哥狂野史速2002。架车咁型，不如再买一转啦。呢部72年出厂嘅 BMW 2002 TII 系而家宝马三系嘅始祖，先铲式车身、方形线条、电镀泵把、灯罩、腰线、侧镜等等嘅配合，衬托出好有型格嘅怀旧味道啊！靓女 Vika 以为呢一部老人家飙唔起，130匹马力同埋176Nm 嘅扭力，再加埋机械式燃油喷注系统嘅2公升引擎。配合四前速手波同埋后轮驱动，一样可以甩住尾入弯啊！唔需要谷到190公里时速嘅最高速度，就已经令到 Vika 吓到花容失色啊！It's so crazy！